用中书老师俗用名称给我们的圣母总经说，我要问问我，但是为什么？一二唱，我要问问我，再是为什么？为你，为是。咱在座的大言大德，孙爷孙姐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啊，咱今日开始就要来讲一本的这个吼，《瑶池金庙普渡寿愿定慧解脱真经》。这本的经会使讲足好个，你若吼啊认真家去研究吼，大家拢有法度吼，转去老母娘的身躯边哦。啊，虽然这本经啊，这经文真少。唔过老师咧讲经吼，只要迄文啊好吼，唔免济。啊，咱老师吼，伊做这经文会使讲吼，拆开甲吼，分析甲足清楚咧。吼，所以你来听吼，每一个人吼，含这个吼小仙姑拢听有啦，一定拢听有吼。咱讲咱老师讲的道理，甲一般的人讲的道理无同。一般的人讲的道理都是吼啊，偷工减料，啊，拢是安那，啊，你吼，你啰。短中，叫做啥？短中取义。啊，伊问题，伊目的是变哪？是要为着伊自己得到利益，啊，看有法度信徒较侪。啊，那咱吼，咱老师咧讲道理，佮毋是哦，就是希望每一个人，你若有法度来听老师的道理，听老师个性，伊来讲这个善佛性的道理啊。老师的希望就是非，就是希望讲后界啦。咱人啊，生老病死，这条路一定哦，无法度避免的。所以咧，希望讲后界啦，即摆啦死了啊，有法度转来去上天。咱老师的宗旨就是安尼，所以哦，甲一般的宗教无同款吼。啊，所以这本的经会使讲非常好。但是咱即摆要讲这个瑶池普渡定慧解脱真经啊，这个经头真要紧吼。这经头你若了解了后，这个内容啊，就差不多知影啦吼，吼吼啊。那么咱即马就爱知呢，咱要讲这本经，咱就爱知讲瑶池金庙到底是虾米人。咱一般的人就讲是讲众生的老母啦，吼啊。所以咱即马就来讲这瑶池金庙的事情。咱道家心中书内面伊所写，咱来看这个吼，这个、心中书内底伊的一段文。心中书。色离离未分，民性方明未有成形，天地日月未知，已有盘古真人，明显显上人，天地之精，诸佛万世天王，显现太空无相无生，佛性太原玉理，出离灵岩，何月太原圣庙。元素君下游建制，乃以通气结晶，调还上宫。太原圣庙升天龙十三条，是为扶桑大帝东王宫。何月鸳鸯符，游升九宫玄女。何月太真西王庙。那么内面有这个有三个注解，咱来先看这个注解解说。咱来看注解第一，道教大师典，心中思，思明凡一观，尽吉祥，算一名元素上真众仙记。这道教大师典讲，这个心中思啊，这是一本册名啦，拢总有一观，是在尽掉这个吉祥吼，伊所算的。啊，吉祥另外伊的道号叫做。婆婆主哦，你爱知影啦？那吉祥啊，婆婆主，这都是家己的一个，拢一个人的名。啊，这个哦，这心中师的另外一名叫做元素上真众仙记，因为伊内面啊，拢啊啦，拢写一挂古早仙佛的名。哦，啊来看注解第二书海，条介绍之书，牛甘文第四。安王安兴王向五祖一条为一人呀，
即摆讲即个头啊，唔是讲吼即头壳嘅头啦，即摆即是讲计数、计算、数理嘅即个诶文字啦，在即个牛条啊，即、這个干文地来，干文地来诗里面一句话讲。这个安王安虾王哦，伊来饲这个鹅子，那要讲匈奴就是番仔啦，哦，你也知影讲这就是匈番番仔，为伊来饲一个番仔嘞，一头，啊，即马讲这个一头的话，就是讲一个人啦，哦，即马讲一头就是一个人吼，唔是讲个头壳哦，一头就是一个人，朱砂朱砂明义可，莫东方升起又复多。古月光庙，西方升起，有舞蹈古月舞。这个舞啊，你来看这个啦，咱这吼五行，哦，即摆即本哦，你若有法度要研究这个五行图，对吧？这个舞，这个五行，这个五行啊，就是东方甲乙木。啊，那五方啦，五方就是东方，哦，这东，哦，伊这个，这个东方，伊这个五行甲五方嘛，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。啊，那五方就是东方，东方啊来西去啊，所以有这个老白这个道吼、哦，所以才讲光。啊，咱一般讲木光啦，哦，咱一般讲光就是木光。啊，那庙呢，哦，这五行是西方加生金的一生气，所以有这个舞蹈古话这个木，所以才讲金庙。哦，你爱知影吼，即马讲这木光金庙。啊，这个木工金庙，咱另外来看咱这个道家，伊嘛有一种的解说哦。咱来看道教的书典，妖池金庙即西王庙，伊讲咱一般咧讲妖池金庙，啊，就是西王庙啦。所以妖池金庙、西王庙拢同款一个人。当今的人唔知影有迄庙事啊，拢会争论。啊，阮哦，阮金庙较大啦。啊，伊讲阮王庙较大啦，啊是王庙甲金庙。同款一个人啦，这名称唔同，伊这是五行的哦，这个定义。啊，咱即马过来看这个新鲜段内底一句话，安尼讲：昆仑两方远，有玉炉十二盏，做妖池有翠水，妖池金庙所居，翠水木工所居。这新鲜段啊，这是嘛是道家，你来看这道藏，道藏内底都有这个新鲜段，这里爱读作段。伊讲昆仑，即卖这个昆仑哦，唔是咱大陆这个昆仑山哦，唔是这凡间，这是天顶一个名词啦。伊讲在这个昆仑两方远有这个老阿厝啦，诶，十二层吼，有十二层。啊，那道平就是妖池金庙吼，伊烧所在啦。做就是妖池，啊，油就是翠水，啊，那妖池啊，就是道平，就是妖池金庙所在。啊，那翠水就是带的。正平，这都是木工伊所带，吼，啊，咱就知影了吼。啊，咱即卖来看这个新唐诗伊所讲的。新唐诗内底讲古早这个礼仪安怎礼仪？因为咱这个吼木极生太极，啊，太极就是礼仪，啊，礼仪就属于天地，吼，礼仪就属于天地。伊讲在这个礼仪天地还未分判时啊。在这个风兴茫茫茫茫，那要讲就是混沌啦，哦，混，迄阵咧天地也未分判啊，混沌吼，也无成一个这个体啊，也无成一个体。迄当时这个天嘛无一个，嘛无成，嘛无成一个天啊，地嘛无成一个地啊，拢也未成就，嘛无日头，吼、哦，日头。月娘拢也无完全成一个体时啊，已经啊有这个盘古真人啦。啊，伊这个盘古真人，伊的名叫做天玄上人，这是天地之精。因为迄时吼，伊上头先写出来，吼，上头底写出来，伊自己家己号一个名，讲做元始天王。啊，元始天王哦，后来讲元始天尊啦。你若在咱宜兰啊，这个梅花湖内底都抬这个三清宫，哦，你若去这个游览嘛，去哦，这个宜兰哦梅花湖，伊这个三清宫内底哦，伊中央迄尊就是这
元始天尊，啊，那道平呢有一个灵宝天尊，啊，那正平有一个这个道德天尊，这拢是咱道家的祖师，哦，你爱知影？伊讲伊在这个轩辕太公啊，无声音，安怎？啊，伊都家己一人啊，家己一人要当然嘛是无声音嘛吼。啊，忽这个忽然间呢，这天地过来生一个太元玉女，一出世的时候就会讲话，伊的名叫做太元圣庙，那要讲我即毛就地庙啦。这地庙毛人毛人，这个地母庙毛人猜，哦，叫这地母。啊，这个元始天王啊，伊吼在天顶来看来游嘛，游远看到呢，看到这个吼，这个太元圣庙啊，啊，就啊，甲伊通气结晶，那要讲结晶就是甲伊做翁仔某啦。啊，就啊，甲调回吼，这个上宫调回伊大个所在。啊，这个太元圣庙呢？伊哦，伊生这个天龙是十三个人，所以这不是我十三个头，就是十三个人就对了吼。这哦，这后来拢会讲到足上，讲这个天龙是甲地龙是的代志。伊这个大囝或者扶桑大帝，就是东王公，就是木公哦。那大囝就是木公，伊的号叫做鸳鸯符吼，所以讲这木公。如果后来呢，如果这个吼。太原圣庙阁生的这个九宫玄女、元女，那要讲到伊的号叫做伊的名啦，叫做太真西王庙。那要讲即摆就是讲金庙，安尼就知影。啊，这金庙甲这个木宫啊，会用讲是咱吼，咱若要讲啊，就是讲咱这个吼创造天下啦，吼创造天下的众生。所以咱老母讲这個、是咱众生拢是老母的哦老。众生就是咱拢金庙的哦，金庙生意思很团圆，这是书经的话啦，这无历史的记载，或者哦，所以有人问老师呢，我啊盘古真人是虾米人生？哦，虾米人生？老师讲我唔知哦，所以咱道德经啊，才有一句讲道可道非常道，除非啦，这个道吼，唔是讲用这个言语我都去表达。这个道是爱咱修行修到迄个境界哦，比较讲你道，你若修到这个老净通，像释迦佛祖伊老净通啊，因来老净通了后，伊就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宇宙的造化拢知哦。所以人问老师讲你进修，你若修到老净通，你就知讲梵高真人啦、啊，是虾米人生啦，或虾米人知吼？老师讲哦，我唔知啊，因为啦，咱每一个吼。每一个国家吼，每一个这个地球的世界哦，拢有一个查甫，有一个查某啦，吼，啊一个，你若像这个日本啦，吼，日本的伊毛讲这个木工金庙，啊，基督教西洋哦，伊毛讲这个阿东夏娃呢，迄都是木工金庙啦，名虽然不同，唔过吼，是在同一个人啦，吼，所以咱道德经唔过再讲名可名，非常名，哦，这个名，所以咱对这个名唔免烧钱，主要呢，咱道理变咯修较要紧，吼，那对这个名词啊，你唔免烧钱，吼，因为啦，这个名啊，随时拢会改变，哦，比较讲咱今麦这啦新北市就好啦，较早唔是做新北市哦，较早我会记得我做山顶埔，哈。吼啊！山顶坡之前唔知佫讲甚物，这名拢随时会改变，吼，所以唔免烧钱吼。咱进修，你若先到做先做好啦，啊，你自然就会知影，吼，你就知影。那么咱即摆妖池金庙，这个妖池金庙甲木工已经甲你解说完啦。咱即摆来讲普渡，吼，咱即摆，吼，咱即摆妖池金庙已经讲完了，即摆佫来讲普渡。对这个普渡，咱来看李顺阳祖师也解说：普者，普天之下；度者，度化世人啊。对这个讲普天之下，咱来看思维：普天之下，指全国、全世界。即卖讲普天下，普天之下，就是要来普渡全国，也是全世界人。那么咱李顺阳祖师讲普者，就是。普天就是普全世界的人啦，啊度呢就是要度化世间一寡迷迷茫茫的人，所以咱这个度有一个师度，甲有一个自度。咱来看《六祖坛经》，
这个香油品内底一句话安尼讲：惠灵云，迷时思多，无聊自多，多名随意，用处不同。惠灵内底吼，这那你若看着做大经，这香油品第一内底就一句话。伊惠灵安尼讲，讲那迷迷茫茫的时哦，爱师傅甲你多。哦，你唔知道道理啊，爱师傅甲你多。但是你若开悟了后呢，你自己就爱家己度家己定。这个度啦，名虽然是同款度哦，师度嘛是度啊，啊自己度嘛是度啊，唔过要用的所在都无同款。啊，我即马吼，来讲一下较清楚咧。好，咱即马讲，什么叫做师度？啊，什么叫做自度呢？哦。师道就是讲哦，我请即摆甲你引来，引来咱家来听道理。啊，你即摆道理捌啊咧，吼、哦、吼，来、哦、吼，师甲你甲引，啊，这就是师道。啊，你捌道理了后，你会做佛吗？你会做仙吗？你会做圣人吗？你会做菩萨吗？无法度啦，啊，无法度免啦。我即摆道理知影了后咧。我自己咧，我都爱去度，我都爱自己度大意吼。啊，我即摆讲较讲过来，讲因者较明白。比较讲，我要来去高雄，啊，要去高雄免话，要高雄我爱坐车啊，啊，坐车就安怎咧？爱拍车票啊，啊，拍车票了后就爱上车，坐罗南的，才会高雄，才会到位。哦，这就是跟你讲，就是师道啦。啊，即摆跟你。即马就是师道，甲你指一点路啊，啊行，好教育。但是呢，你爱知影，你自己就爱多咧，甲你指一点路来后了。啊，你要去高雄，啊，你就安怎？啊，准备啥？准备车钱呀、啊，吼、哦！你爱去买去车头拍车票啊，啊，车票摕到啊，啊，你呐，讲啊，我得到啊，有个人讲我得到啊，这就真正得到啊，因为我拍车票要来高雄，啊，你我就得了。啊，得到了，你要去上车去坐，哈、啊！但是你唔去坐啊，啊！即摆人个车班哦，一抓一抓一直过去，啊！你个手帮订了，迄车票订起啊，变废票呢？啊！你高雄你嘛无法度到位啊啦，所以你要靠你家己行去，吼、哦、吼，变、哦。所以咱即摆讲师傅要甲你多，唔是讲干那甲你指一点路尔，唔是讲甲你诱去咧。有人讲我念一佛就要西方，那是无可能的啦，吼、哦、吼，这样呢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既然师甲你指一条路，啊，你就爱甲你行，吼、哦、啊，你头啊唔知道道理，你来听道理咧，啊，听道理了后，你一旦觉悟啊，你就自己个爱家己多自己，所以对这个讲自己爱多自己啊，在顿悟入道要问呢，叫一句话安尼讲。众生自多，佛不能多，六佛能多众生时，过去诸佛离迷定数，一切众生终应度尽。何故我等至今流浪生死，不得成佛？当知众生自多，佛不能多，努力。自修自度，无依他佛力。诶，即摆要讲，要解说这本文哦，我先来定一个，我讲了唔对吼，甲你回释咧。讲这个新北市啊，我迄几句讲哦，这沙田埔讲了唔对啦。我有这啥？台北县啦，较早的台北县啦，是无？哦对哦，哦，即摆只要较早的台北县就是即摆新北市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讲沙田埔还讲唔对，哦，我甲你回释咧，吼、哦，啊，即要来解说吼、哦、这篇，即摆顿悟入道也无论讲安尼啊，讲咱所有的众生啊，自己爱度家己啦，自己家己度家己，佛祖是无法度家己度，无法度家己做度去做佛啦。卡师傅做哪有法度甲恁度？即咱大家的时阵哦，过去所有的辅助，如弥顶众，啊，那弥顶数呢？弥顶就是方便山，会使讲足多足多。因为啊，你过去多一个讲无拜佛啦，啊，多一个讲无信宗教，大家拢嘛有信宗教，拢嘛有拜佛啦。啊，你既然敢有拜佛咯，啊，都辅助拢嘛甲你度去啊咧。啊，是安怎呢？
多，你讲一切众生应该要度尽啦，啊，都应该要度尽啦，是安那愈来众生愈多呢？哦，对吧？吼，那无法度呢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吼，因为呢哦，这是什么？因为咱大家到今仔日呢，吼。哦，是什么原因？咱大家到今仔日，还搁咧流浪生死，咱要讲就是六道轮回啦。因为还搁咧六道轮回咧，哦，无法度按，无法度讲去成仙成佛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哦，无法度去做佛呢。所以你就爱知影讲，咱众生是自己爱度家己，佛祖是无法度甲你度去做佛。咱大家爱较打拼咧，较打拼咧，爱自己修养，自己度家己。你绝对唔通靠佛祖的力量，或者呐，即句话会使讲，甲咱吼教育真好，你知？哦，即句话你若加你加深入，就知影讲，咱自己爱家己修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即卖人吼，拢迷信啦，安怎迷信？拢吼，拢做啥物，拢要靠神靠佛啦，吼、哦。神佛是甲你指点一条路，吼、哦，甲你指条，咱自己要家己去做。我即卖来讲一个笑话，互恁听啦，吼、哦。卡扎啊，有一个少年家啊，啊有一个少年家啊，乱去买一台奥多麦，那卖讲机车啦，或者机车，啊买一台奥多麦啊，啊就砍断来了。啊因老母啊，因就拜这个文殊公，哦拜文哦，咱台北这文殊公嘛足出名，文殊公，啊就讲诶，就讲吼，讲咱吼，甲因阿囝讲，咱甲来文殊公哦，求一个这个。灵符啦，灵符啦，要讲就是符啊啦，喏、嗯，啊，互你带，啊，叫这个文主啊吼，啊，甲你保庇，啊，因囝嘛真友好咧，国好啊，就听因老母的话，啊，两个母仔囝就先去啊了，啊，两个母仔囝去文主庙啊，啊，就甲文主讲，就求啊咧，就甲伊求一个吼，求一个灵符吼。哦啊，就讲讲文主讲啊，啊，但阮囝吼，就买一台奥多麦吼，啊，文主啊，你就保庇咧吼，保庇哦，阮囝平安咧，啊，杯就甲拨落去啊，啊，就小杯啊，就有杯啊，就答应啊咧。讲讲啊，你要保庇阮囝嘛，那买个一个圣杯，佮甲拨落去，啊，佮一个杯，啊，就两个咧。讲啊，佮再你若真正要甲阮囝保庇，佮再一个，佮拨落，啊，就三个啊。啊！因囝讲，因老母讲妥当啊！哇，文主公啊，连连答应哦，三个杯要甲你保庇，当袂要紧啊！你去啊！啊，带因囝吼讲，啊，带好啊咧！文主公要甲我保庇啊咧！啊，这乌多麦啊，我都来啊，就发啊，噗一下就徛，就吼，就出去啊了！啊，就出去啊咧！啊，徛到暗时啊咧，也袂转来，拢无转来。因老母啊，就住这门骹，这门头住遐猫猫看，啊是安怎？阮囝来到即摆也袂转来咧，就一直看，看到到尾咧，警察来啊啦！啊，警察来，这警察就讲，就甲因吼，甲因这个吼，因这个老母讲，某人哦，这个某人是啥物人的囝啦？因吼啊，这个因这老母讲，我的囝，我的囝，讲你的囝，啊来去。来去殡仪馆，吼、哦，你吼、哦，恁的囝吼、哦，尸体放到这殡仪馆，吼、哦。因老母吼掉起来讲，啊，哪会死呢？啊，就出车祸啦，我出车祸。啊，因老母啊，当都去殡仪馆啊咧，去殡仪馆一个看，因囝哦，安尼出车祸啊，弄甲咪咪冒冒，哇！迄阵啊，因老母啊，就足唔甘愿啊了。文主公啊，文主公，你答应呢？答应我讲要保庇阮囝，啊！你骗人呢？都骗人了，就自安就走起来了，走去吼，这个吼，去文主公遐，这个刀啊，就甲拍落来吼，就安，就甲拍倒去，就安尼。你讲吼，你要吼要保庇阮囝，结果阮囝安尼吼，弄车祸死去，你都无保庇，迄当时呢？文主公哦，都抓一个人啦，来做当机啦，迄个在抓车当啦，啊，都抓车当，都阿公阿婆啊，无办法啦，我骑这只是赤兔马呢，叫做千里马，啊，你爱知影哦，咱这个千里马就是一日哦，抓一千里，啊，咱一千里，若要讲等于即马就是500公里，啊，因为啊，咱这个
马吼袂用讲哦，一直伊着上一上个最就是一天吼，一日吼会使骑八点钟啦。啊，八点钟啊，500公里啊，一点钟偌济啊？648，一点钟才会使60多公里尔了，吼、哦、吼，才60公里通尔了，吼、哦、这样吼，你来哦。啊，我吼、哦、我这是赤兔马吼，较安怎录都袂叫啦，录袂着呢。早讲恁囝要车祸啊啦！吼、哦，我应该吼爱去解救，因为我答应呀。迄当时我着快马加鞭呀，我着一直录。本来是骑60多公里，我一直录哦，一直堆堆到呢，骑80公里啦。唔过嘛无法度呢，堆袂着啊，堆到位啊，恁囝已经哦，即乌多麦吼，安尼好好啦，安尼弄到歪过起错啦。啊，你要怨叹什么人呢？啊！因阿母去讲这安尼，真阿无话通讲，嘴阿开开。所以呢，这自多就是自多，甲疏多就是甲你讲啦。疏多就是甲你指点一条路，讲你爱修哦，你爱修这个交通规则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交通规则无修呢，啊，你无修，你老疏多老师甲你讲的，师傅甲你讲的，你就是无照步来的。啊，你都唔是疏多啦，吼、哦，你都唔是，你都是迷迷茫茫啊。唔过你若真正开悟，你就是照规矩来，吼、哦，你爱照规矩来守交通规则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唔是咧，你安尼吼，迄乌道麦开遐尼紧，啊，所以哦会车祸。啊，你若照规矩来哦，万一若车祸哦，无遐严重，袂讲遐安一概都安尼，安尼安弄甲迷迷麻麻啊，都来死，吼、哦。这就是讲吼。哦这就是讲，咱这个疏导甲主导，你也知影哦。你知影道理了后，你一定要照这个道理讲。那咱老师咧讲啦，讲你要去啊，去十恶八邪啊，哈啊，修六道，扫三心，离四相，除去七情六欲，吼、哦。那安尼，你照老师讲的话，安尼就是疏导啦。哦，这就是疏导。啊，你悟了了后咧，啊，你就要去修，啊，照这个，啊，照这个规矩，照这个吼。咱所有的这个戒律啦去做，吼、哦，啊你无守，啊你就是无法度讲，你就是唔是吼，迷、哦、你就是迷迷茫茫啊。对这个问题，讲你若无守，你去拜佛嘛无法度啦，你去讲你要去吼、哦，要去皈依嘛无法度啦。即摆下面咱再过来介绍啦，咱再介绍，我咧讲吼，咱这道理吼，这拢讲。我讲修养的，咱无咧讲灵感偏坏，吼、哦，咱唔是咧讲灵感偏坏哦，唔是讲像一般的人吼，咧讲灵感偏坏，我所在讲，唔是讲，哦，你来听道理，就去西方，无可能啦，甲读书同款，吼、哦，这吼，啊，所以这本的这根本经会使讲道理足好咧，你来一直甲听落来，伊会甲你吼，这母经吼，这要字根本会甲你吼，甲你指导，讲你要安怎修行。你才有法度吼，等下我来身躯边吼，啊，所以你来慢慢啊，家听啊，吼，慢慢啊听啊，这是真，会用是真上生活，会使讲脱生死的道理的这个经典，唔是一般迷迷茫茫哦。啊，时间到啊，咱即马吼，下期再过来继续吼，稍微口才无好啦，口才无好，啊，这道理拢是啊。拢是咱老师甲祖师伊所讲，啊，即拢照经典讲，吼、哦，咱无咧讲迷信哦，咱咧讲拢有根有据，吼、哦，啊，我照咱老师讲，啊，讲互恁听，万一若讲了无详细吼，恁若唔知影吼，啊，你来甲我问，我来知，我就尽量讲互恁听吼，吼、哦，啊，最后我祝福咱只大贤大德师兄师姊啊哩，身体健康，道业精进，谢谢。咱。一般普通庙的拜神，是大多数人忠心义出。但若二祖出唔是，二祖出是一个修行人，哦，伊在正修行得道，后来出来传道度世，啊，人家崇拜神仙。我当场是出来传道啊，是无甚物成就，因为我学文浅，后来当二祖出伊家教导，所有的道理拢二祖出教我，
所以我从地主主的教导啊出来讲道呢，啊，增加村里头的。